在美國有人攻擊美國總統拜登的狗 Champ， 說他的毛好像很亂，看落又污糟，一點都不像第一狗。但是很多人就說不是針對著隻狗，針對著 the dog owner， 即是說拜登。你看這個報導就說這個可能是 wag the dog situation。 咦， wag the dog， 考慮了，如果隻狗搖下條尾，這個就是 wag the tail。 那 wag the dog 是什麼意思呢？咁 wag the dog 咧，呢個就係一個簡單啲嘅講法。有個詳盡啲嘅講法咧，就係 tail wagging the dog， 就即係話咧，你原本咧應該係只狗控制佢自己條尾噶嘛，但如果條尾控制翻只狗咯，咁樣就有啲奇怪啦。咁就係講緊咧一啲小事控制咗啲大事，有本末倒置嘅意思啊。冇錯啦，嗱呢個 wag the dog， 如果講政治咧，有另外一個意思噶，佢一個總統又好，一個很出名的人又好，有些醜聞各個報紙都在那賣，他又不想那麼多報紙賣，他就想轉了一個話題，那就做了另外一些事，那就轉了話題，這個就是 wag the dog。 所以這個報紙就是覺得現在支持共和黨的媒體就製造一些小事想影響輿論。